四号第一批训练，对，不然我想以我的这个 face 应该还是有点机会。没有啦，我是真的回来的晚一点啦，因为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从阿里山上下山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就是。对，他们已经就定位了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车上有车服人员，有人专门帮你手冲咖啡，然后呢，这个哈也有专门帮你服务导览介绍的哈都有。然后有各种明日号的专属产品，比如说我们专属的明日号的车子，明日号的专属贵宾的房卡，然后地方专属的纪念品。所以我们这个做的还蛮不错的，有机会可以去体验看看。好，那现在以现在来说，一天大概10000多块的价钱。好，不着急，它总有一天会变便宜的。嗯，对，我说实在话了。